完了。你说上去，他说下去，好累呀、啊，哥们。六百人，那得的剩下还有一个人。嗯。那就吃根了，总吃根粑嘛。嗯。蚊子干嘛？啊，没得。蚊子干嘛？蚊子干嘛？这个，哎，莫改了，老公，都还这样的。个个都要放工。嗯。你不是装一点点装，现在又去扒一碗。每次都是看到好吃的，我再加一些装一点；看到没有这些开胃的，就只装一点饭。嗯。嗯好啦。嗯。肮脏是一个噱头。啊，弟弟，说到结尾，他。你。他。是他，一定像一个小罗扎。来，小罗扎。I love you. I love you. Daddy, I love you. I love 金哥。今天的视频就分享到这里，喜欢青蛙叔，拜拜。拜拜。